对，杨姨阿姨跟你说，每天都要用牙线，对不对？因为牙齿很多很多很密，所以要用牙线。今天晚上你要提醒妈妈哦，妈妈帮我用牙线。我知道了。鞋子很难穿吗？眼镜哪里？来，你看你的脚脚进来。对，然后用小手插进去后面。哎，穿错了，换脚。好，这只脚好。对，手手插进去，然后拉，踩进去，踩，可以吗？好棒啊，这边。哇，可以吗？穿好了，踏一踏，站起来。谁在拍手？你知道谁吗？姐姐在拍手。你跟谁拍手？为什么要拍手？